你好，我这台机器这样帮你改一下，你看一下啊。你看我们现在是两个头，你把那个头拿掉，然后我的卷尺在这里拉开，拉，两个，这最边上两个头的之间距离是31，那边到这边，然后我这里这两个就不变了，这两个就这个样子，这边两个也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这样吧，你看你那个拿过来，然后这个放在这里，这是中间这个，然后我画着一条黑线这里啊，这两个接起来，接起来以后它两个9厘米，你量一下，尺子，那不是尺，啊量一下，就刚才我量那个位置啊，边对着边，哎对，手松开，9厘米，好，然后你拿上这个。然后我们这一个头，这个头我就这样做，这个线和这里线，然后焊在一起，它两个也是9厘米，量一下，对，然后那个放在中间，这个也放在中间，放在那个线里量一下，来量中间两个，它两个有可能是这么多，好，